现在回到了，现在回到了。OK，OK，OK。刚才大家我听到你在讲，要真他真他是专业人士啊，真他是，可惜了他的搞政治。千万别笑，别笑话我，在这方面领域我还不是专业。你说训练的啊？不过我们刚才有一个词啊，可能搞错了。华尔街常关心芯片啊。不过我刚才有一个东西啊，讲不是我讲错了，大家可能理解错了。制裁的那家公司叫中兴通信，现在这些公司叫中兴国际。我昨天做典礼节目的时候就讲错了，有观众跟我纠正，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谢谢和平。我们今天的六个议题到目前告一段落，这个谢谢大家。我想下个礼拜拜习峰会应该是会我们中国研究院讨论的焦点之一，还有佩洛西到底决不决定到台湾访问。好，再次谢谢黄正平、孟璇、王金涛跟和平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各位观众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们下礼拜再见，谢谢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孟璇，谢谢，王金涛像这个毛主席一样的。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，敬请您来点赞、转发、订阅，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。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。